Chip.请我的兄弟进。谢谢。能不能重新开始一下？各位的这个，因为排练时间有限，所以这是个剪切穷人版。本来我们想推出3D电影的，可是没有这个条件。对，大家分姐妹和姐妹的儿女和儿女在一起，然后呢，父母。做门徒的代价，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，他转身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。不好意思，翻页了，翻页了。妻子儿女，谢谢大家。弟兄，姐妹，还有自己的性命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，哎呀，这年头啊，看新西兰木材也比较贵，是不是啊，舅舅啊，是不是啊？最近的建筑材料是不是比较贵啊？我走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个，把豆腐抬上去啊！你们盖楼是怎么搞的？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把地基打上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对，比如说你看啊，像这个石料就是一比一。1:24，3:8妇女节，5:1劳动节，6:1国庆节，真是贵啊！不先做下计算费用，能不能盖成呢？恐怕安了地基而不能成，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。大声一点，谢谢。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。到那继续吧。请女儿国的去那边，女儿国的去那边，女儿国的去那边。哪有不先坐下想一想，能否用10,000兵？请坐下，女王。用我们的10,000精兵，我们的下一代精兵10,000兵，去抵抗那里20,000来攻打他们。如果不能，就该趁对方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。亲爱的，去吧，这样，你们中间不论谁，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，就不能作为我的门徒。谢谢大家。我们这个戏剧这个创意呢，这个创意是占了整个的比赛的10%啊。